或者是代号来决定的。OK， 所以它跟任何的宗教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数字本身是一个交易嘛。嗯。哦，就是今天无论你是谁，哦，你的身上的所有上下都跟数字有关系。嗯、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简单嘛，今天你的体重多少 kg 啦，是不是以数字来代表？嗯、哦，从这个数字的方面，你可以看得出，哎，这个人我应该怎么跟他沟通？嗯，我应该怎么跟他交流？我应该该相信不相信他之类的。其实。哦，他的成功率是可以达到整70，我们不要讲80，所以就是今天这个人生长在什么样的磁场，他就自然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出来。这样，不管今天你是谁 ，OK，、嗯、什么种族、什么宗教、马星宫的号码，嗯 ，OK， 但是注意是他会不会用，好、嗯、，OK， 每个人都是一个源头、嗯，所谓的命运，今天的好坏。同样是刀，可能可以成为雕刻师傅，嗯、可能可以杀人凶手。嗯。